那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些经典车型，那例如有50年代的一个蒸汽小汽车，第一辆华能牌铁木结构公共汽车，到60年代的一个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80万人，2023年的一个产量以及销量是均突破250万辆，以及一个总收入超过5000亿元等等的一个成绩。好，我们接着正式成立了广州本田，并在2009年更改名为广汽本田。广汽本田的一个起步就与世界同步，率先导入全球同步车型，开创四位一体的一个特约销售模式，创下了多个行业第一。那例如在1999年，广州本田第一家 4S 店正式开业，变成了一个黑科技。那目前我们拥有超级快充电池技术，达到了8分钟充电的80%和30倍的一个时间。海绵硅负极片电池技术在国家的标准公告，就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还有车厢，这也是在行业是领先的。那我们拥有 1.5T 的一个发动机，2.0T、2.0ADK。GMC 2.0 机电耦合系统以及 WDCT 变速器等等，其中它的一个热效率也是要有国企担当。那例如在脱贫攻坚，将乡村振兴大力支持文体科教事业，助力防疫抗疫，推动安全驾驶，倡导绿色环保，共同传递环保理念，一起共同践行我们广汽特色大扶贫的一个格局。那我们例如看这个，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互动区。那大家看到这几款呢都是概念车，这几款都是广汽研究院近些年来研发的几款概念车。那我选的这一款呢叫做 Impulse， 叫做引动。那我可以通过滑动和点击视频把我们感兴趣的这款概念车投放到屏幕进行一个观看。那这款概念车叫做 Impulse， 它的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一款哎呀，等那台嗨！欢迎大家来到一楼的一个。油可以走1000公里左右。这一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是一个设计的一个车头，
广汽氮燃料动电池公司。蓝牙等待连接中。来到我的。
下。哎呦，你好，一人两分钟制作出来的。然后旁边呢就是薯条机器人，在左侧就是咖啡机器人。这个咖啡机器人是北京冬奥自助的点单。我体验的时间，等一下会带大家继续到前面的超级体验中心。9块钱啊，别讲小孩同学。